我要被跟我前奏是别个倒位啊！我唔喜欢啦，我想要被当走啊！跟我前奏，你再看你，我……安迪副总吃的管制药物就是这個。 林美妍，想要做你的包包内底。林美妍，见过白的眼睛，你给我下面谈够。妈，你那个安迪叫出来，安迪今晚总共请你阿婆稳定，伊安尼出伊是会真危险的。安迪，你莫搞搞，是这恐怖的走了。 你想鬼？安迪，安迪，你想要做大家都要伤害我？我是你的太太，安迪，你走！安迪副总，今麦连第四一只狗熊的溃烂都无。 你哪有可能甲你杀啊？安迪是我上爱的，我哪有可能不乐意？爸妈，恁到底是听什么人的使啦？偏偏甲安迪接出来，安尼会让伊病情更加严重。你讲袂讲话，我无半辈。 艾伦，小川以前都证据证明，伫梁红伊内面有人持安迪交管制的禁药。艾伦，定定去梁红伊照顾安迪的人就是你。你敢知影伫安迪身上发生什么代志？ 真正是管制药品，我就感觉足奇怪。有当时安迪足清醒，有当时我更加唔知人。而且伊清醒的时阵，伊个人让我袂使心地。我阿拉是在摇我海的。艾伦，安尼讲是你一直提药啊，给伊吃，无想要给伊清醒，想要控制伊，卖去找李冬雨，敢真正是安尼？ 就是，只有上亲近的人才能接近安迪。艾伦，我问你，这个管制禁药是不是你饲安迪吃的？是，是我饲安迪。 艾伦，就算安尼无爱你，你嘛别当对伊做出这么超怪代志。无怪迄天，伫个警察局里，才尼着急要甲做安迪送转去疗养院，原来你就是做贼心虚。爱伊袂着，就要甲伊毁掉，这查甫真正足恐怖的呢。我是饲安迪食这种药啊，无唔着。啊，不过，这是你妹妹害我的。 根本就不知道这是管制药品，就安尼走私伤害。你别讲，明明是你讲你爱安迪副总乖乖掉伫你的身躯边，你讲介绍我，让医生查这个乖乖药，你讲会当，会当解决伊失眠，还佮有忧郁的问题，佮介绍我门路去买，怎么我根本就不知影有这种药啊？虽然讲艾伦讲话真有道理，你确实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，啊，不过。 你甲苏安迪无冤无仇，嘛无感情纠纷，你实在无理由做这个代志。小春，你总算讲一句公道话，这现场只有你智商在线。小春讲得有道理。
而且安迪宏下药也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，只有常常出现伫身躯边的人，才会当安尼做。爸，林美妍当然有毒去害安迪，刚刚你大家袂记啊？伫咧公司的油量员工班长顶咧顶面，大家啥都讲信伊的，大家己的介绍台全部拢压压出来。搁当着家己赶出城堡，伊们才会走投无路来找我，叫我收留伊，拢是我良心，我不才会让伊有报仇的机会。林美妍，你敢真正把杜伟文的怨气出在安迪身上？你无把伊母甲布丁包无去，你唔甘愿？胡林文哦，我现在才要做这个代志，我若真正要报仇。我应该去找从我开的陈小川和高维云，搁再讲，我今仔巴肚内底有囡仔，我嘛要替我的囡仔去营地啊！你讲对无？董事长，董事长夫人，虽然我对林美妍无好感，啊，不过照我对伊的了解，伊毋是迄种会无缘无故伤害不过的人。陈小川。你今麦是想要甲找三个月我的头壳顶，头顶李冬雨来报鸟巢湾是无？你今麦感情真正足好诶！你讲我替冬雨报鸟巢湾，那安尼毋着爱你有伤害冬雨，我怎法度报鸟巢湾？冬雨失踪之前，伊伫咧教堂，你大家讲，甚互你大家欺负？你敢敢讲甲你一点关系拢无？小春。你约了对啊！其实冬雨约安迪副总去教堂的时阵，是我甲艾伦讲的，伊唔才有机会叫大家去让冬雨拍看，让冬雨无法度记牢，你唔才会离开，这一切都是艾伦阴谋。我知道我做不对啊！卡早是你唔对好啊！我唔对，对唔对？一个我真正想过安迪，我无法度忍受，伊心内都是李冬雨。啊，不过我嘛是尽心尽力在咧照顾伊，想要弥补一切。我嘛希望伊会当早日恢复起来。我真正无做伤害伊的代志，你怎会要将李美妍的遐台当是非？这叫做啥物啊？跟我无关系！是刚刚就伫遐假神假打，只有你会晓规矩，我嘛会晓。董事长，董事长夫人。你会当去北医调监视器啊？告诉公我有对安迪副总下药啊？这是一定查得到的，我拜托你卖冤枉我。安迪，你敢有看过林美妍离开你的病房？这一切都是高二人做的，我花救人几落摆啊，都让高二人做懂啊。我还讲一句公道话啦，虽然讲吼，我是做讨厌林美妍的，啊，不过伫警察局的时阵，高艾伦硬要讲是我甲紫薇哥绑架安迪，佫要叫警察甲阮抓去关。伊吼即款无赖的代志做甲足顺手的，所以即摆要甲帽仔扣伫林美妍的头壳顶，大家慢慢意外。看到无？即摆人情无情拢有啊！你佮我小瑞谈讲。爸，你还相信我？我真正无做出伤害安迪的代志。安迪，医生讲你心神耗弱，讲你有妄想症。你袂当以为你偷压我，你
就跟我讲，这是一个心肝肉疼的查某人。我头天拢去病院看你，我才是最爱你的人。好啊，你已经把你二元眼泪收收的，大家看就神的好不好？议长，您来这，我是来给大家核实的。我已经查好清楚啊，海安迪护送卖青菜的关泽尧啊，就是这位小姐提给阮的。就讲是阮病院 VIP， 我嘛无可能去问迄是啥物药啊，就甲一寡平常时保养的药品，放伫遐做伙，替有高小姐，替有护送者，煞毋知影会不出即款代志，真是累啦。你哪会来？你看，我还叫醒来啊！医生，高阿伦安排我，讲我对阿林护送黑油啊！你去替我申请完哦，我无做这种代志，好无？去替我讲。我是听阿伦护送讲，我食着跟阿林护送食的同款药啊，而且阿林护送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，我得个人去问看卖，这到底什么药啊？又是关节药啊？所以我来这通知阿伦护送来较助理。哥，你真正有食着关节药啊？那呢，你身躯敢有啥物无爽快反应啊？有，大概食这药啊，这药啊一滴，我就感觉头晕，规身躯拢无爽快。甲安迪的状况同款，啊，不过安迪搁较严重，伊唔但有攻击性，伊搁出现被迫害妄想症。王医生，你的药啊，上回你吃的。就是林美妍呐、啊！我，怎么你大家相信呐？真正不是我跟安迪黑友啊！林美妍，你竟然对我们哥黑友啊！你是想要控制伊，然后带去跟你结婚？我只是想要预设较好困的，我真正不知有这种好预测。那不是阿伦副总跟我提醒，我是不是继续吃这药啊？就跟安迪副总同款，敢来当倒伫咧眠床顶任人摆布？林美妍是啥物时阵有咧吃这药啊？哎呦，这几天的代志。哦，所以林美妍摕到这个乖乖药，伊毋是先予伊上爱想要控制的黄玉生吃，既然是先摕予甲伊无啥关系的周安迪吃，安尼无啥符合林美妍的人设呢。陈小春。你即马是听无人话，还是超过要到厝？你发现下药我的人不是我，你真危害及性命，无法度替李东宇报仇是无？是啊，安怎？阿伦，小春跟紫薇跟这件代志无关系。而且是因两个人是发现安迪有问题，把安迪救出来。你莫因为你对董宇有怨，就针对因两个人。